哦，今天好多抢答钮、哦。今天真的很多抢答钮，真的，而且很多的要跟大家分享的仪式啊、哦。我们往前推一些些。很多人一定想说我在那边热什么，他们更热。但是我跟你讲，这件衣服真的很热，是没有任何的那个怎么样？它就是我们要不要弄台两台电风扇上来？也没关系，真的。好，为什么今天会有特别把纽约的帝国大厦这一个非常可爱的道具搬上来？因为我们在双城戏当中的这个城字哦，除了是杨丞琳的城的谐音之外呢，当然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我们这张专辑还特别到了纽约去拍摄，对吗？嗯，对。其实这次纽约取景我觉得真的非常成功，然后也非常的符合我专辑里面的调性，因为纽约给人的感觉是既熟悉可是又陌生。 对，其实我有时候给歌迷也是这种感觉，然后有时候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前期或者是甚至交往的时候，也会觉得彼此是有点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双城戏嘛，你刚刚讲到其实城也可以代表城市。对，那很多人谈恋爱未必一定是在同一个城市认识，甚至可能是在不同的国家都有可能。对，有可能他比如说他家住基隆，他喜欢的人住八堵，对不对？也是一个不同的城市，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都很希望不管你最爱的那个人他分属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只要有爱就可以把双方的感情跟心连结在一起。那当然呢，今天呢就是也跟大家分享，不管你是比如说到纽约拍了 MV 或者是在台北跟大家分享专辑，都希望在各个不同的城市当中都可以感受到陈琳最棒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有个点灯仪式，也象征这张专辑能够让杨丞琳的这个作品跟杨丞琳带给大家诚意更能够缔造不同的巅峰。3、2、1，请启动。好，我们来看一下，从11月12号点水预购到现在的好成绩，有36800张的好成绩。当然，这个好成绩以来最贴近他内心的作品，而且是主导权最多的这张作品，能够带给大家在里面每一首支支都，大家在你的现实生活中的感情有更棒的抒发跟连结。好，陈琳的左手边，遇到你就会有太阳，好放心哦。电风扇再给你拿两个上来哈。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要再次谢谢现场好多的媒体朋友哦，谢谢大家。就是我已经好久好久哦，这个广场没有那么多人过了耶。真的假的？因为我常常在这边啊，我不能说是谁，但是因为我常常在这边走跳，好久没有大家全部的人把这边包满的感觉，所以也要谢谢杨丞琳，你也带动了很多你知道不同观光地区的这些景气上的繁荣。原来如此，谢谢你。谢谢你让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么棒的这个场地带给大家很多很丰富的这个生活。